接下来就要听一听张大哥带来的云端的天使，然后剩下的我们几位啊，夜店走起咯。一个人静静的等，一双手冷冷的合，云端的天使看到我这样会不会心痛，于是多了一个你，两个人暖暖的靠，简单的相拥，这就是幸福，才不会太